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继续介绍点样用搅拌机整甜品核桃杏仁露。首先咧就30g 嘅南杏，大约25g 嘅核桃，15g 嘅冰糖，全部洗干净晒之后咧，就抌晒落去个 blender 度。零难度噶啦，咁咧就加300ml 嘅水，跟住咧就系选择 dessert，即系甜品模式，35分钟开始。好，夠鐘，有得食，倒出嚟都係熱辣辣嘅，好香，好好味。